候我们还通电话呢。雨夏说他们已经正式确立关系了，两个人现在好得如胶似漆的。哎，很多话有机会说的时候偏偏要等以后再说，可等想说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。你 hold 不住别人啊，就让别人给 hold 住了。哎，干嘛？干嘛呀？神神秘秘的。我想洗澡。啊？我都快痒死了，真的。不是，这家里没有淋浴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明天我带你到镇子上洗。那哪行啊？你闻闻我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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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然咱俩到河边去洗吧。反正这么晚了也没有人看得见，笑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真的呢。不是，到我们村子里河里洗澡这念头你还没打消呢？我妈的一时要命就被你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只有我帮你了。你别这么流氓行吗？你思想怎么这么阿杂呀？我是帮你烧水去。成啊，这水温刚刚好，花椒大料呢也都已经下好了，就等你下锅了。找死啊你！你洗吧啊！你不出去啊？啊！我不看，我保证不看。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肯定不看。在这站着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我还能帮帮你。那那么无聊啊你！赶紧给我出去！谁保证也没用，你赶紧出去！万一你有什么错错位啊，我还能帮帮你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在门口把门给我看好了，不许偷看！你要敢偷看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！我哪儿那种人啊我？看你就是那种人。我给你讲个笑话啊！谁要听你讲笑话啊？心惊肉跳的，笑都笑不出来。那我给你唱歌吧。我求你了，千万别唱歌，你唱歌要人命。说你都看见了吗？什么什么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啊？我真不知道。你刚才都进来了，你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？你到底看没看见？哦，不是，我特后悔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要是看见了，我就把眼珠子给你抠出来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把我眼珠子抠出来，我多冤啊！要不然，你让我看一回。林孝堂，流氓！哥，你让我回去行不行？我陪不了了，困了。哎，你是我朋友吗？你是我朋友吗？朋友就是用来折磨的。我现在一个人这么孤独，你不陪我，你算是我朋友？我陪你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我都陪着你。你一辈子不回家，不找花枝啊？不见了。你看，你看看，看见了吗？看什么呀？你说哪儿是属于我自己真正的家？有吗？人死一场空，最多一平米。这么大城市，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。我酸的，你忘了怎么教导我们？
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不容易，不容易怎么办？接着往下活，把它变出来。感觉太好了，能再来一次吗？觉得我乱摸了，你刚才明明就乱摸了，可能是自然反应吧。啊，怎么了？林小棠，你真的是第一次啊。要不然我们再来一次吧，我把灯关了，咱俩好好练习练习。哎，不行，我害怕，我紧张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。啊，问你个事儿，你适应这个城市吗？不知道，没想过这事儿。反正我一出生就在这个城市，也没得选择呀。还有就是在这儿待习惯了，你说到别的地方不习惯怎么办？你知道我们外地人怎么想的？要想在这个城市里生活，就必须学会适应。所以从排斥到妥协，适应适应，不断的适应。但是适应就等同于被动，太被动了。所以要换一种生存方式，融入，融入它，这样就比较主动。没错，我要主动的融入到花枝家里去。谢谢啊，先走了。哪儿啊？回家。刚才不是不回家吗？你说这大过节的你不在家吃饭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家让你受了太大的委屈啊？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我只是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的？我能娶到花枝是我的福分，我一定会给她幸福的。幸福？你知道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吗？哎，咱且不说别的，咱就说这个房子，你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好？我攒钱想过两天就买的，现在是银行又加息了，这加息对我每个月还款来讲压力挺大的。你的需求仍然是你的需求，加息能改变你的需求吗？那你能因为物价飞涨、食品涨价你就不吃不喝了？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新的政策出台，主要是你分文没有。妈，贾阿姨，妈，姨，我知道花枝是个好姑娘，我也觉得我挺对不起她的。做一个男人，我活得确实挺窝囊的，但是我真的能给她幸福。你知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我最不相信什么吗？一个完全没有能力实现自己愿望的人说的话。算了算了，我说什么都晚了。不管怎么着，你现在也是我们花枝的丈夫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个家只是你们一个过渡的地方，你们应该拥有你们自己的家。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抽空给我写个报告，把你的想法一条一条给我写清楚了。
知道了吗？陛下说，他们已经正式确立关系了，两个人现在好得如胶似漆的。哥，快起来，吕夏姐发烧了。哥。啊？严重吗？有点严重。吃药了吗？吃了，但是没见好啊。昨晚上不还好好的吗？还不是你昨天晚上去洗澡弄的。哎呦，还真有点发烧，姐，你给倒点水呗。好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打两个针。不打针。不打针哪成啊？明天咱就坐车走了，你在车上该难受了。我最讨厌打针了。那这样吧，你让我亲一下，你亲一下把病传染给我，你就好了。好了好了。啊，我带你去打一针，打完针啊，给你买糖吃，好不好？啊！笑得出来，林小棠，我恨你。哎呀，有爱才有恨。我最讨厌打针了。我给你在这儿留个影吧，你疯了吧你？留个纪念嘛，来。行，留吧，我要一辈子都记住你是怎么虐待我的。哪边？太过分了吧！手指着，把屁股撅起来，啊，别动啊。我可听说了，城里人结婚得买房子。今儿啊，你妈就想跟你说道说道这事儿。你说你要没房子，那吕夏姑娘能跟你吗？能跟我，能跟我。你儿子我没立大人呢。你别太自信。哎，你看啊，妈这有个存折，你看这存折上啊，你以前给了我65000在这儿呢，一分都没花。这是我卖菜的钱3万块钱，这是我的私房钱。哎，这去年小莹小凤个人给了15000，3万块钱，一共凑了个15万，给你一个首付啊，儿子，你说你跟吕夏结婚，你有房子，那腰杆就直了，他爸他妈也不会再瞧不起你了，对不？妈，不是我说你，我给你这钱是让你自己花的，你说我一年到头的我全都在外头，我也照顾不了您，您想用什么您就买，想吃什么您就吃，您干嘛给我留着呀？还有啊，我姐这钱和我小妹这钱全都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，小虎将来得上学吧，小妹也得结婚，都等着用钱呢，你把这钱给我了，这钱我不能要。行了，你这孩子，哎，你妈这么大岁数，我跟你说用不着，啥也别说了，你懂我的心思，儿子，我就是希望你和吕夏赶快把婚结了，早点生个大胖小子，趁着你妈身子骨还硬朗，可以帮你们带呀。妈看见你们过上和和美美的日子，我呀也可以毕业了，也可以去陪你爸了。哎呀，姑娘，这回来也没照顾好你，农村脏，饭也没城里的好吃，你还生病了，你这不是过来遭罪来了吗？阿姨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我到你们这边来，你们一直特别细心的照顾我，大姐小妹都给累坏了，我遭什么罪啊？我想说谢谢还来不及呢，下次你们到城里去，我一定好好的接待你们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姑娘，你下次来，就别再叫我阿姨了。那我叫什么呀？下次你就叫妈。行，只要阿姨高兴，叫什么都可以。那现在就叫吧。
妈。哎，太好了，妈。不好意思，吕夏呀，你回城里一定要给我来电话。要是我儿子欺负你，我就抽他。你抽我干嘛呀？我是不是你亲儿子？那是啊，可是你也不准欺负吕夏姑娘。哎呦，都有您给她撑腰了，我哪敢欺负她呀？对，阿姨，她要敢欺负我，我就跟你告状。哎呦，车来了，妈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啊，哎呀，儿子，儿子，转回家看看。您好好照顾您自己，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。行了，走了。啊，哎呦，吕夏姑娘，阿姨别难过了。行了，走了你们啊，走了、啊。行了，那你们有空到城里来玩啊。等你们结婚，我们一定去。行。啊，别哭。哎，好了，孩子们走吧，你们走吧。啊，阿姨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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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吧。哥，再见。哥，再见。儿子，哥，去了来电话啊。每次离开你妈，你都这么伤心啊？啊啊嗯！哎呦，我这回回家的收获可真是太大了。可这次我跟你回家可亏大了。亏大了？你怎么亏大了？你是赚着了？我怎么赚着了？我们村里最帅的男孩子。让你给骗到手了，你说你这是不是赚到了？不要脸不要脸呀、啊！谁把谁骗到手了？你把我骗到手了呀？你再说一遍，谁骗谁？你骗我？谁骗谁？谁骗谁？我骗你行吗？站住！哎呦，你这头上还有点热，看来这感冒还是没太好，你多喝点水。今天开会，主要跟大家讲六个字：为什么没业绩？为什么没有业绩呢？六个字很简单，但是说起来很复杂。但是我今天要用一个简单的办法，让你们搞清楚为什么没业绩。在我们店里，之所以没有业绩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你们没有跟客户确定好准确的人物关系。你们把客户当什么？难道我们之间仅仅是简单的供求关系吗？错，我们要把他们当作初恋。诸位明白了吗？再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的店长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父子关系。我们的店长那就是我们的爸爸。扫地去。咱老百姓啊，今儿要高兴，咱老百姓啊，今儿要高兴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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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大侠，哎呦，你这电话打得可够准时了啊！回来了，我刚进家门。不，怎么着？这个要不出来给你接风？哎呦，不行了，我这累的啊，已经不行了。
你别呀，我叫你出来是为了老庞，他这一段混得特惨，找你出来呢是找个机会让他躲开丈母娘。那成吧，我那个洗个澡啊。那几点啊？4点半，台球城。可以啊。嗯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个把吕夏叫上。哎，这个他可能不行，他说呢他有工作。哦，那我找艾美叫他吧。嗯，也成。哎，我得跟你郑重的声明一下啊，这吕夏同学呢你就不要再惦记了，已经是我的私有财产了。哼，没惦记。好了，啊，秀才，同喜同喜呀、啊！秀才，没想到你还真挺有手段的。什么手段？少庄啊，吕夏这两年石榴裙下排队的也不少，你们这刚认识就让你给得手了。什么叫得手了呀？你们不知道吧？这排队最大的欣慰，不是前面的人越来越少，而是后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我远超其他。哎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的追求者是越来越多。可是心里面却始终只有某个人的位置。好，呀，下来电话了。喂，喂，是吧？回来了吧？啊，回来了。我这可怜孩子啊，又没点吃饭了，不然你请我吃个饭吧。我跟朋友们在一块儿呢。你们在干嘛？打台球。那我一起去好不好？我自己在家都快发霉了啊。那你过来吧。 OK， 那一会儿见了啊。我干嘛用这眼神看着我呢？听语气不像是吕夏，但呢还是个女的。谁呀、啊、就是那个上次加油站你见过那个加油站。什么情况？我连人都没见着，我不知道什么事。哇，秀才你可真行，居然还敢带个女的来见我们，你就不怕吕夏吃醋啊？有什么好吃醋的？我也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恐怕是特难看的那种吧，我们吕夏都会觉得吃醋都丢人的吧。我说秀才，你跟这女的真的没关系？有关系啊。有关系？呵，你们男人真是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原以为邓敏之花心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你跟他一样一样的，竟然还敢带个有关系的女的过来。你会说话就说，不会说就闭上嘴。怎么什么事都得拽着我呢？你有病啊。哎哎哎，你们俩别吵啊。我说的有关系呢，是我是他师父，他是我徒弟，我们呢是纯洁的师徒的关系。哎呦，秀才，你觉得你很幽默是吗？师徒关系就是。干嘛呀，亲爱的？亲爱的，不好了，出大事儿了。什么大事儿啊？你赶紧过来吧，你家林小棠要出轨了。什么？师傅，你来了你啊。嗯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邓敏之，外号大侠。你好。这庞丽。你好你好。上次你在加油站见过。庞丽哥好。这二位美女呢，花枝、艾美，是我女朋友闺蜜。梁妹妹你好。你好。好得很。最后那句有必要说吗？哪句啊？就是你女朋友闺蜜那句啊。哦，坐吧。吕夏吃她的醋不丢人。谁吃她的醋不丢人？你看她拿你包袱干嘛似的。黑的吧？绝对不是。还有她那戴那手表，香奈儿的。不是吧，他一小业务员哪买得起呀、啊、肯定全都是 A 的。真不是，我上国贸看过好几回了，那手表那质地绝对 A 不了。什么来头啊？看不懂，不过我觉得秀才一定在说谎，他怎么可能是他的徒弟啊？哪有背着爱马仕带着香奈儿去上班的业务员呢？我比夏也真倒霉，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男朋友，就遇上这么一个强悍的妖精对手。你说这妞穿着都挺不错的，怎么就会看上秀才呢？这秀才哪儿那么大魅力啊？嗨，
先生，你来啦！小唐，思贤，小庞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我徒弟麦朵，这是我女朋友吕夏。那个刚才他打电话说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把他给叫过来了。干嘛给我解释那么多呀？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是吧？来来来。你好，麦朵。你好，吕夏姐。你真漂亮，怪不得小唐总是夸你呢。哎呦，小唐都叫上了，有那么亲热吗？就是。花枝姐姐，那不然你说我应该叫什么呢？哎，你能别叫我姐姐吗？我有那么老吗？人家吕夏还没吃醋，你在那发什么？女人说话，男人少插嘴。咱们呢，这球打得也差不多了，咱们去吃饭吧，大侠。啊，响应大侠的号召，咱们去吃饭。哎，我要号召什么了？你不是说给我接风吗？几点？再打几局吧。我觉得可以去吃饭了吧？就你们仨人打，我们也不太会。再说了，这个点儿肚子也饿了，是吧？是是是，我们家夏夏都已经饿了，咱们一块儿吃饭去。去哪儿啊？你给我接风，你不知道去哪儿吗？我这儿就想打会儿球，然后上外边咱喝点啤酒，吃个大排档什么的。现在这架势，你看。也是哈，咱们倒没事儿，一帮满地打滚的穷孩子常常是路边摊，可是呢麦朵估计对那种地方不太适应吧。啊，我没什么不适应的，我跟师傅常常吃路边摊，是吧师傅？那是工作摊，工作摊可以啊。李小唐常常都有个如花似玉的女主陪你吃工作摊，好福气啊。那个成了，咱们大伙儿也都饿了，咱们就一块儿去吃饭啊。今天呢咱们吃点好的，可贵的点，大家请客。对，那不行啊，真是大家对你有气，拿你撒气，你拿我当冤大头啊。不是大侠，你得大气。李小唐，你以前不这样啊。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嘛，我已经准备买房子了，为娶媳妇做准备，以后呢买单的事情能不跟你争就不再跟你争。那也不能学老庞啊，是不是？爷们儿一点，有点出息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没请你们吃过饭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请大家得了。不成，第一次见面真是不能打我脸，这饭我还请定了。成，吃饭点了，走。谁坐我的车啊？谁坐我车？我和吕夏是一样坐的。你坐那车，那车是厂牌的。说啥？邓老师，那你坐我车怎么样啊？行啊，求之不得。贱。就这么贱。你不坐那好车？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。Yes. 啊？这车不错呀。没生气吧？他们就得德行。我不生气的，预料之中的。那你还来？我想来啊。想来，是因为你喜欢我们林小唐？喜欢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我好久没看见他了，所以就特别想见他。那就是喜欢呗，喜欢就试着追，而且吕夏跑了也没多长时间。你喜欢吕夏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傻子，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了。完喽，被人看出来了。不过你挺聪明，小丫头。你是想让我跟林小唐交往，然后你再去追了一下是吧？我没这么说过。看来你还真不是一般的花心，自己明明就有个女朋友，却还惦记自己好朋友的女朋友。麦朵，你说这话我就不太爱听。你是了解我？还是了解林小唐，还是了解我和林小唐的兄弟情，了解吗？不了解就不要了解了。看来我还真是挺不受欢迎的。不好意思，我累了，我想回家了。对不起啊。麻烦关下车门。啊。
秀才，那狐狸精真的是你徒弟啊？什么叫真是我徒弟啊？他本来就是我徒弟。你知道他这身行头多少钱吗？那我哪知道？光他那爱马仕的包就得好几万，还带了一块香奈儿的手表，就别说他那身名牌衣服了。那不可能，他一个月这薪水啊，2000多块钱根本就消费不起。我们做时尚行业这么多年了，连这点都看不出来，这不白做了吗？你也不相信我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只是怕我自己看错了。一个穿着这么奢侈的人，会是一个普通的业务实习生吗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欺骗我呗。不过我得恭喜你啊，有富二代看上你了，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！好多人求之不得呢，有了富二代，很多心愿都可以实现了，也不用苦哈哈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了。人嘛，就应该活得现实一点，对吧？恭喜你。不是吕夏，我觉得我们俩是彼此信任的，我在你眼里是这么一人啊。我原以为我们也是彼此了解的，可是我发现我的眼光也会有失误的时候。老庞，靠边停车。干嘛呀？我下车。喂，喂，吕夏，我听老黄说你跟秀才今天是不是吵翻了？秀才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认识他七八年了，他没伤害过任何人。吕夏，其实今天麦朵给小唐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，如果小唐心虚心里有事儿的话，肯定不敢让麦朵去。既然让他去的话，一定证明心里坦坦荡荡的。而且我也问麦朵了，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，而且麦朵喜不喜欢他。那他怎么说呀？麦朵说了，就是同事关系，是你想多了。吕夏，我觉得小唐呢是个值得你去信任去深爱的男人。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他没骗过朋友，更不可能去骗你。更何况你是小唐第一个深爱的女人，我相信是最后一个。你干嘛要替他解释那么多呀？我希望你幸福，希望你快乐。谢谢你啊，大侠。你早点休息吧，我没事儿。拜拜。
师傅。你是谁？麦朵。你到底是谁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我是麦朵，你徒弟啊。呀，我拿身份证给你看啊。哎呀，不用了。你把你这工作证借我用一下就行。干嘛？给女朋友解释？是的。那我不借行不行啊？不行。喂，喂，夏夏，什么事儿啊？今儿中午能出来一下吗？不可以。不是，你就算是我十恶不赦，你也得给我一辩解的机会啊。知道自己十恶不赦了吗？知道了。那行吧。那我们中午12点见。跟你好好谈谈。我可以坐下吗？不可以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在这儿等我男朋友呢。你男朋友帅吗？我男朋友当然帅了。有我帅吗？你帅吗？我帅啊，我帅的惊天动地，日月无光。妹妹，人之贱则无敌呀、啊，是吧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干嘛？干嘛？小姐，需要请这位先生离开吗？需要。先生，这位小姐并不欢迎您，麻烦您离开。你没看出来我是她男朋友吗？先生，请别闹了，您刚才的话我已经听到了。就是啊，人家都觉得你不像我的男朋友。先生，如果您再继续这样的话，我就叫保安了。不是你真打算把我弄出去是吧？啊，算了，没事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干什么你、啊？不是，你看，这还用解释吗？其实这个小丫头长得也挺好看的，我要是男人，我也喜欢她。你为了她劈腿，我也不算丢人。你最好赶紧做出选择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咱能不这么小气吗？我就是小气，我天生就小气。我就觉得纳闷了，你说人家这么优秀一个姑娘，凭什么给你当助手呀？哎，你说倒也对，我也有点纳闷。你说他从海外留学回来吧，他不找别的工作，他找营销的活，然后还跟着我学。就是，人家一个海归，凭什么要去跟你实习啊？一定是我的业绩太优秀了。天哪！